Hello HFA 澳洲揾食，今晚我哋就嚟到 Fonny 呢一区咧，就食晚饭。大家唔好以为咧，而家系好夜，而家只不过咧系五点几未到六点嘅啫。因为而家咧系悉尼嘅冬天啊嘛，所以好快就会天黑噶啦。咁我哋沿住停车场行到尾，上呢条楼梯一楼就系我哋今晚食嘢嘅位置啦。咁我哋今晚要食嘢呢间餐厅咧，就系专经营马来西亚食品嘅。咁就好类似我啱啱上一条片介绍过狮城美食食海南鸡饭嘅铺头一样啦。就喺呢度啦 ，Istana Restaurant。我哋即刻入去睇睇先。最抢眼咧就系呢个吧台啦。今晚咧因为我哋比较早嚟，所以暂时咧都未系有好多人。咁 Istana 嘅铺位都几宽敞噶，都有几多张台下噶。好啦，首先睇下个餐牌有咩食先。两大页嘅餐牌啊，仲有一个 wine list 添。咁每一张台咧都有两碟酱嘅，一碟就系马来西亚式嘅辣酱啦，另外一碟咧就好似马拉盏咁样。咁店员仲送上虾片一碟添。冇讲咁多啦，即刻食块虾片先，好晒脆卜卜啊！好啦，我哋叫嘅嘢嚟啦。首先咧就叫咗半隻海南雞，咁我哋由即本比较下同之前狮城美食嘅有冇一啲好大嘅分别啦。乍眼睇咧，狮城美食嘅海南雞就起埋骨嘅，但系 Istana 嘅咧就系包埋骨喺度喎，系冇起骨噶。跟住第二味咧就系呢个嘅招牌菜之一啦，就系呢个红烧豆腐。咁佢啲豆腐唔系普通豆腐嚟噶，系玉子豆腐嚟噶，所以咧就特别嫩滑嘅。咁呢个红烧豆腐我哋每次嚟都叫噶，除咗豆腐之外，仲有啲菜啦、冬菇啦，有啲猪肉片啦，仲有啲火腩添。有两样咁好送饭嘅餸，咁我哋梗系要食饭啦。咁我哋就叫咗鸡油饭啦。咁呢一兜鸡油饭嘅份量咧，系两个人嘅份量，系咪好大兜呢？其实我就觉得三个人甚至四个人都够食咯。住今次嚟咧，我哋就想试埋佢呢个炸羊鸡翼。咁呢个炸羊鸡翼咧，应该系心机菜嚟噶啦，因为咧佢哋就将里面嗰条骨去咗啦，跟住就酿咗火腿啦、红萝卜啦同埋西芹，跟住染咗个脆浆，再炸一炸。咁食嗰阵时可以点埋嗰个汁噶噃。好啦，事不言迟，试下个海南鸡先。啲鸡都几滑，几有味。咁如果鍾意嘅话呢，就可以点埋呢个葱油啦、黑豉油啦，同埋 Istana 嘅秘制辣酱。
这个海南鸡除了没有起骨之外，其他味道各方面我都觉得没得弹。这个红烧豆腐就不用说了，滑嘟嘟，真的好好味的。再来就是这个炸羊鸡翼了，看到的了，里面就是有火腿或者是个叉烧、红萝卜和西芹，再点埋呢个汁，呢个汁咧就系少少辣啦，有酸酸地咁啦，都几醒胃噶。你哋又中唔中意我今晚嘅选择，同埋中唔中意食马来西亚菜呢？可以留言告诉我。记得讲个油饭添，这个油饭就煲得挺好味啦，软软淋淋咁，就比我之前食狮城美食那个好味好多。好味的炸羊鸡翼啊，真的吃到停不到口添。又是吃饱饱的一餐啦。吃饱之后呢，店员呢还给上这几个 fortune cookie 我们、我即刻写一个，看看我今天的 fortune 的字条是什么先。 Make your money through doing good works for others。 我想我介绍食物给大家都算是 good work 啊，是不是？好了，又到埋单的时候了。今晚我哋三个人就食咗74.7澳元，大家又觉得点？可以俾啲 comment 我哋。好啦，攞张单出去柜位找数先。这条片就去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给个 like share 条片出去，给一些 comment 和按个钟仔，如果未订阅 HFA 澳洲搵食的朋友，那就快点订阅这个频道啦，还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我们下条片再见啦，拜拜。